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发布了2023年数位新闻报告，显示在台湾媒体的品牌信任度当中，公共电视以55%的成绩获得了第一名。这份研究呢，是对于全球46国超过90000名用户进行了网络调查，在台湾媒体当中，公共电视还有商业周刊都获得了55%的信任度分数，拿下第一。而报纸媒体的部分，经济日报是以51%的信任度分数名列第四名，获得报纸类媒体的第一名。